苹果，我吃。香蕉，我吃。猕猴桃，我吃。耶，一次成功了。蓝莓，我吃。啊，怎么不管用？还怎么参加颜色评选呀？红绿灯坏了，我该怎么过马路呀？好凶！唐奶奶，绿灯亮了。太好了，小雪，谢谢你。太好了，我变成绿色了。我一点也不漂亮。我有办法。暖风，我开。好舒服呀，我要开花了。耶，成功了！天怎么黑了？太阳请假了，我来带吧。我涂，这样就不怕了。小雪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哈，终于可以去参加比赛了。我宣布，这次比赛的冠军就是……等一下，我也要参加。小雪，你不会变颜色，怎么和我们比呀？我已经学会了，我变。是80分的红色，不能得冠军。我再变，黄色85分，也不是冠军。我再变，怎么又变色了？我再变，竟然是罕见的彩虹色。我宣布，冠军就是小雪。耶，太好了，终于得到冠军了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